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寶寶，今天同大家落到嚟旺角啊，啱啱同屋企人打完邊爐啦，咁經過朗豪坊同大家行一陣，哇，呢個足球超大喎！剛才在地下搭扶手电梯上来一楼，见到这层买护肤品化妆品的，感觉都不是太多人，上上面看看先。再上这层有些食肆的，刚刚见到间五月花啦，这边有间NSB Cafe， 隔篱咧都系 NSB 嘅铺头，咁佢主要买啲袋仔啊、银包、衫仔、裤仔，咁佢呢个门面主要系女装啦。咁呢边就卖 sporty 啲嘅衫嘅，行前少少应该系卖啲都系衫裤鞋袜嗰啲嘅。好似 Levi's 啊、IT 啊咁样。咦，我今日过嚟嘅主要目的系谂住睇下佢上面中庭嘅位置咧，有冇布置圣诞嘅装饰啊？好啦，上到嚟 Starbucks 呢层。咦，見到嗰啲好得意嘅公仔喎，有毛毛啦，主要買佢啲可愛公仔。呢個位呢，佢將佢嗰啲卡通人物轉咗做波波啊，砌咗做一棵聖誕樹。咁行過啲，同大家睇下正面嘅位置先。感覺都幾得意，幾靚啊！呢一個位咧都影相幾靚噶。哇！呢棵樹好得意啊，陣間要影翻張相先。見到好多大人小朋友啦，喺度影相打卡。你可以。就算一個藍色波波咧，就咁睇咧都幾得意啊！兜埋入去睇下先。得意啊！呢个都。俾依张你啊，妈咪。
佢仲有啲嘢卖嘅，呢件系一件卫衣，298。仲有啲文具，咁同大家周围再兜个圈先，出唔到去。呢个位咧，唔同位置影咧都好靓啊！呢棵圣诞树咧，感觉比较创新啦，同埋好开心啊！咁咧，佢呢个长扶手梯咧，都有嗰啲圣诞嘅 decoration。上到嚟应该八楼左右，咁再上埋去上面睇睇。上到嚟顶楼呢层啦，十二楼有间 Lego。见到呢个咧维港嘅 LEGO， 哇！我谂我呢世都砌唔到啊，咁大幅。入去行个圈先，都系见到有啲圣诞嘅 LEGO 摆设。有好多朋友仔好专心咁揾紧佢想揾嘅公仔，佢咧全部啲摆设嗰啲嘢咧，全部收翻入柜入边啦。就算唔系入柜咧，好似啲 decoration 公仔咁，全部都有个箱仔入住咗。睇到有哆啦 A 梦、大雄、圣儿、伴虎、纪安，有冇翻啲童年回忆呢？呢度沿路落咧都系一啲食肆，同大家行两层啦，因为我都脚痛啊，行到太耐。呢度有一间叫达摩。买啲公仔嘅，一间叫村庄，应该食啲烧烤。唔系村辣嗰啲，哦，村辣嘢嚟嘅，咁食嗰啲村式宫保鸡丁啊。
有啲餐厅咧都布置咗啲圣诞嘅 decoration， 好似呢间软十寿司。而家时间3:30啦，咁食肆又比较静啲啦，反而啲人行街 window shopping。依家卖猫猫嘢嘅铺头落咗闸。朗豪坊呢度咧都比较多嘢卖嘅，呢个系间夹糖嘅铺头，入边除咗啲零食啦、嘢饮啦，仲有细个好中意夹嘅糖，食几多夹几多。行到落嚟天吉屋呢间啲天妇罗咧都好食嘅，隔篱有一间叫盛面，佢食台湾便当嘅。间咧，佢卖雪糕噶。咁朗豪坊咧，除咗买嘢，仲有好多食肆。呢度有间韩国食炸鸡嘅，哇，有 Eden 啊！好啦，话咁快咧，我搭 lift 落到嚟楼下啦。因为咧，我阵间仲要落铜锣湾买狗粮啊。咁今日朗豪坊呢条片影住咁多先啦。临走之前记得俾翻个 like 我，同埋订阅翻我频道啊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